来，我们现在请双人舞比拼的代表，我们出来进行转。小蓝瓶，加油加油！急啊，五。 哦，哇哇酷宝的苏烈阳，他的对手是3、2、1。哎呦，哎呦，核心武器的黄潇。 另外两位自称对手，哦，就在那打，我先回家。肖杰他们一转到黄潇这组的时候，我就想，有点不好。凑巧的是，他们抽到对面的是，跟他们是同样一种风格的编舞形式，真的是碰到了不该碰到的对手，因为他本来就是。 传统舞蹈和街舞的这种结合的这种舞者，而且还是一个资深的编舞师，而且黄潇的 idea 我是见识过的。接下来多人舞，请派出。他们都是全世界冠军的那种。那个步步好厉害的，这个步步好厉害，好厉害。就从我自己个人内心来说，我是。 最不想对到的就是王一博组，因为他们第一人数比较多，就是起舞气势会更好一点。第二就是他们组的人都确实都很厉害，所以我其实最不想对到他们。好，开始。步步 first， 哇，千万别要。 他的对手是加尔队的 Alex。怎么我们两组都对你们了？ 就觉得很有缘呐、啊，这一轮，因为像这种转瓶子也没有什么好作弊的，就觉得老天就是想让我们对上一次吧，就结结实实的碰撞一次。我们先进行双人舞的对战，第一组留在舞台上，其他的人请去观战区备战。开始了。首先出战的是一波王炸战队小鸡和公孙无名。 加油，加油，小鸡！加油，加油！我是喜欢小鸡。哦哦，我也看小鸡，他用指头那个脚趾头那个。是少林足球。少林足球啊！对啊，我刚说了。呜呼！少林功夫好耶！一博队长，一句话 ，Don't say so much。 现场准备。对，我看的时候也会有，就是被打动到，一个纸飞机引来更多架飞机，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对，吴明哥这组呢，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可能有的时候道具上有点不理想。对，那个翻页就是那个叶子掉下来了。对，我的。 这个一博也是个细节控哈，那个纸翻下来了，觉得也不大好。加尔队长，小鸡哥这一队，吴明哥这一队，我觉得就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你想不到，非常非常佩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是我最能打动我的一个。
我也觉得那个春玲跟凯强这边是超强烈的感情输出，就是这个题材我应该是在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看过的，而且这个题材然后就很容易勾到你的内心的一种感动。我特别喜欢那种画面，就是当春玲还在小孩的时候，然后跟着爸爸跑，还跑在爸爸后面，然后那个画面慢慢就超过爸爸，炸！这个整个炸，就是你看他的作品已经忘记他们在跳舞，他们已经在是另外一个那个精神层面上，所以对我来炸，这个很炸，真炸。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这种的经历，就是你想象你在小时候，你的爸爸带着你去玩，然后你追不上你爸爸，当你长大以后，就反过来，你可能觉得爸爸走得很慢的，就是那种感觉，你会突然不断的去想到很多很多零零总总的事情，就一下就都被打动了。然后小鸡是我一直期待他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点子的一个舞者。很棒，姐姐们怎么看？我投给了那个父与子加尔战队的这个，我也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个设计。刚刚我跟钟汉良老师的那个点是一样的。我特别看到那个奔跑的那个片段的时候，我真的有被感动到。我是刚刚也是热泪盈眶。可能小的时候是爸爸带着孩子走，到老的时候孩子要去反过来照顾爸爸，所以就是那个我非常感动。我投给的是一波王炸。哦。因为为什么？就我有自己的理解，可能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演戏做表演，其实演悲剧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难，但是其实演喜剧能打动人更难啊。就是而且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小鸡老师，就是小鸡老师啊，是小鸡老师。是的，就是那个 Don't say so much 下一句是什么？都 Don't say so much， 那哪里还有下一句？有啊，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理解吗？可以。Just dance。啊，心梗。凯翔其实还沉浸在刚刚那个情绪里面啊。其实我不怎么会讲话，就是现在可能我还沉浸在那个角色里边，因为从比赛到现在3个月了，我可能有一点遗憾，就是我的宝宝1岁，然后我离开了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现在都会跑了，就是给我发视频，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就是错过自己的小孩走第一步的时候是蛮惭愧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跳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只是把我的宝宝从刚出生到1岁，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感情，然后放在这个作品里面，希望让大家看到。谢谢，希望能通过这个作品告诉大家，就是多去陪伴父母，然后多去珍惜身边人就好了。谢谢。谢谢小鸡和无名。我们的作品呢，蓄谋已久，因为我跟他比较调皮，平时大家可能看我比较严肃正派，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小可爱。没有开玩笑，中间我们很多设计都是互相打闹出来的，包括最后那个咚咚咚咚，本来说念经，不知道念什么，那一博队长说那你就一博王炸吧，然后就一博王炸这样子。 OK， 一博王炸。我相信到时候公屏应该会打很多这种的弹幕啊。对。我上次就有说过，本来是要跳少林足球的，然后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微博上不是那个南宫孙北乔治，后来我们直播又加了个东宫鸡西潇潇，东西南北，然后我们就想着就拿这两个来演示两种武术的风格，加入星爷的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灵感，
然后把那些画面全部把它融合进去。开心吗大家？开心就好。两组玩的都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个输赢。现在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票数是53-51。Oh my god！ 让我们恭喜到的是一波王炸战队，一波王炸战队。恭喜一波队长拥有两个晋级名额，非常刺激，非常刺激，紧张，完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懂谁？弹幕打出来，